嗨，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咸港。那这一次呢，我是住在阿拉卡这一家饭店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房间。那未来的三个晚上，我都会住在这边喽。这家饭店呢，就是靠近了这个最著名的海滩咸港呢，叫东方夏威夷，被这个 Lonely Planet 呢就誉为人生五十个一定要去的地方之一。来看看这个美丽的海边。这边哦，一个晚上大概500-600块一个晚上吧，还不错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住在21楼，好高，不错啊。